Bugatti 自从1947年打造第一款 GT 跑车 A6-1500 至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，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大概是1953年为了参战 Miglia 而委托宾尼·宝尼纳设计的 A6-GCS53 车型。要说到传承它的精髓，我认为 Gran Turismo MC Stradale 要算是最到位的车型，而我们今天试驾的就是 MC Stradale 的限量版车型Trofeo Limited Edition。 从字面的意义来看， MC Stradale 的 MC 其实就是 Maserati Cos 的缩写，而 Cos 其实就是 Race 的意大利文， Stradale 的英文就是 Street， 而 Trofeo 就像是统一规格赛里的厂车化身一般。我之所以喜欢 MC Stradale， 除了它乖张的造型以外，它的性能也相当的强悍，不过最迷人的还是莫过于那具 4.7 升 V8 NA 高转速引擎，它拥有460匹的最大马力跟 53.0 公斤米的扭力，0-1的加速可于 4.5 秒达成，而内装的感觉更是高级，包括方向盘，包括中控台都采用碳纤维以及麂皮饰板包覆。因此 MC Stradale 为了营造更好的配重，它的变速箱置于后轴之上，而采用序列式单离合器的六速自手排设定，这样的设计其实与当年 Ferrari 的599 GTO 是相同的配置，也因此它拥有前48后52的完美配重。 MC Stradale Trofeo Limited Edition 是一款相当出色的道路版厂车，同时又兼具 GT 跑车的舒适特质。它虽然采用单阻尼的悬吊配置，不过阻尼设定精良，路感回馈清晰，剧烈过弯时悬吊能够发挥优异的支撑性，同时又不会出现让人不安的弹跳，能够让你保有一定的驾驭稳定性，同时又能够享受那份激情。MC Stradale Trofeo Limited Edition 是一款具有鲜明竞技特质的 GT 跑车，绝美的身形，即使穿西装开也很优雅，尤其在一片涡轮化的浪潮下，配置 V8 NA 高转速引擎更显得难能可贵，再加上利落的换挡感受更能展现竞速激情。